볼게. 꽉 꽉 내놔. 我是猫咪，今天我们要玩的这款游戏叫做 Evenoon 2。那我之前有玩过它的一代，那不知道二代会不会变得更难呀？ Yeah, 那我们直接开始吧 ，Let's go！ 开始了，开始了，这是剧情的部分，是不是？非常轻快的钢琴声啊，怎么回事？哦，有个妹子啊，哎，还白白看呢。哎呀，鬼修女啊，她走去哪？哎呦！又是妹子啊，这是个鬼修女吗？我怎么觉得她好像，她们长得好像有点类似像，这不会是她以前的故事吧？哦不，照片被烧掉啦！天哪，代表她这一份温柔不在了，是不是？哦天哪，天哪，这剧情开始转变，这剧情开始转变了，她看起来她变潇洒不？天哪，我们是被抓了是不是？她在跟我们讲话吗？所以我们现在的身份又是一个被抓的小孩，是不是？哇天哪，怎么有三只肯德基呀、啊？你不要跟我讲这三只鸡也会追我们哦。哎，一代我们就已经被鬼修女追得吓吓叫了，不要跟我讲二代还有三只鸡要追我。可是这三只鸡看起来挺好吃的、啊。你需要逃离这所学校，所以我们现在是 action 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开始了，是不是？来啦，探索房间啦！来来来，探索一下，探索一下，武器碎片，这什么东西？哎呦，完蛋，我们是不小心吵醒他们了，我不是啊。对不起，问抱歉，问抱歉，我真的抱歉。他在干嘛？他在跑马拉松哦，干嘛进进出出的？完蛋，我现在该怎么解决这种尴尬的途径？这是可以躲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他们又开门啦！真的是不要给我闹、啊，完了完了，肯德基来了，肯德基来了，他不会发现我在里面吧？这只胖胖鸡也来了，胖胖鸡也来了，完了完了，连他也要太空漫步了，是不是？完了，三只一起 dancing 啊，完蛋啦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 dancing 到尾巴都进来啦，他的头啦，那是他的头，他 dancing 到头都进来扭了，是怎么样啊？这是怎样？等一下，他们现在在外面蠢蠢欲动啊！柜子是没有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武器碎片，我看，靠背，完蛋，白戳啊，白戳啊！啊，这是不是可以走？可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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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走啊，快走啊！我们赶快先下去。这个地方应该他不知道下不下得来，应该是没办法吧？这是什么？制造武器？哦，哇哦，哇哦，这应该是我们人生中组装最快的一次吧？苏瑶，我们有弹枪啦，弹枪，弹枪是要干嘛？哎、欸，有蛋有蛋，靠背。啊！销毁啦！仪式在两夜后开始，努力逃离学校。啊，他们现在在睡觉，我是不是可以赶快逃啊？不要吵醒他们啊！靠腰，没事没事，他在睡觉啊，还敢睡觉啊，傻逼！这应该是不会吵醒他吧？这是什么？7213密码的部分是不是？记一下记一下，好，记了记了。然后啊，靠背太靠近了啦！出事出事！快走快走，等下我们有弹枪啊，不用怕、啊，弹枪。小小白痴哦，我按太快了，结果就按那广告付费子弹啦、啊。开门，先开门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这可以躲吗？啊！仪式将在一夜后开始，努力逃离学校。Hello， 他怎么累格在这里了？OK， 非常棒。那刚刚游戏直接给我卡 bug， 他给我直接宕机啊，所以我们现在重开啊，所以我还有三页啊，非常棒啊！来来 ，down， 我们下去下去，我们先随便开启一个进去好了。这是战争，我别无选择，得消除那些变异的鸭。哇哇哇！啊，怎么来了这个神奇的通风管道啊？这是哪里啊？这是怎么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？嗯。这是学校吧？这是我们之前玩的那一代的那个学校吧？好多路哦！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什么东西吗？是什么？照片上有一个名字，有些难辨认。我想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孩，所以是回忆的部分，是不是？回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，这是什么？断齿，我们捡的断齿啊。断齿是要干嘛的？拔牙，那拔牙。等一下，我先把道具都给它放在一个舒服的位置好了，放回去我们那里。OK 的 ，OK 的。我们回来这边，我们秘密空间啊，有了有了。
巴金，我们把东西都运回去啊，好不好？感觉是一个很难的解谜啊，虽然我应该也解不完啊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好不好？目标就是这样啊。沙小，我靠，那破器啊，他掉了什么？镜片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下一稿了。这一关不知道叫什么。哇哦，真类似村庄的地方啊，看起来还不错哎。保险丝关闭，你关掉了四个电路的一个，所以我要把全部关掉的意思是不是？来啊，关一波，把它关了，关了，关掉，再来再来，关一波，关一波。哦靠腰啊，这边怎么有鸭鸭？不是鸭鸭啦，肯德基啦，白痴哦，这是可以躲吗？拜托告诉我可以躲。啊！太快了吧！点击屏幕，点击屏幕脱离是不是？白痴，快进去。三小，他死了？没有啦，他没有死啦，靠背，昏倒而已啦。干，所以他是不会咬死我的那种，是不是？他只是咬一下，咬一下。哎，我靠腰，干他们怎么会在这边啊？干，这肯德基很无敌耶，讲到我都饿了。锁住了，干怎么锁住了？这个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这可以开，这可以开。这什么？电脸电池接在电缆上。电脸是啥小？我白痴啊，宝宝给啊，快关门哦！不要抓我！不要抓！扁你！扁你！滚开哦！臭！哇！啊 ！Oh my god！ 我们回来这里啦，各位，这个什么 ？SM 的刑具是不是？白痴！我们现在先离开，他们应该是不会发现吧？没事没事。白痴啊！发现了啦！靠背！啊啊啊啊啊！别这样啦，别这样啦。不是啦，那三只肯德基很烦呢、欸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抽屉呀、啊，没东西，没东西，这个也没有东西啊。我靠腰，嗨嗨，完蛋，完了啦！哦，好难哦，第二代怎么难成这样啊？你不能用你的双手，那我可以用断齿吗？这断齿长长一只，哎、欸，靠腰可以耶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真的是解谜小达人呢 ，My God！ 你现在可以去阁楼了，阁楼，怎么有人在哼歌的声音啊？还有毛骨悚然啊！锁住了，我们走这里好了。刚刚那边有在哼歌，害我有点怕怕的。这是教堂之类的地方吗？有人在开门的声音啊！靠背，有人啊！他们在下面啊，完啦，完了，快点快点探索一下，他们在走楼梯，他们走楼梯了。哇靠，那只鸡还真的是蛮聪明的，跟那修女走反方向。没关系，我们先挣脱他，我们先挣脱他，点快点，我们先挣脱他，滚开啊，还想抓我啊？先练两辈子吧。来来来来，他现在在动了，他现在在动了，快，我们赶快探索。这开柜子也是需要那个位置的。啊，他太近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好的，谢谢，感谢各位。谢谢各位的表演啦、啊，太棒了！完啦、啊，完了！他是不是在唱什么圣歌之类的、啊？还是他要送走我啊？真是不要这样呢、欸、！Oh my god， 他成功了是不是 ？You're an ugly and evil nun. It seems that the spell has to be performed again. This is not the right child.OK OK， 又开始了。这次我们就直接给他飞 burn 好不好？还废话什么？这边没办法开啊，快快开！不要开这一扇，这边都可以开吗？不行，完蛋！开这扇，躲进去，躲进去，躲好，躲满啊！天哪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哎，哪有可能找到我啦？我这个位置那么安全，对不对？他还把门关起来。现在我们就探索一下这里的柜子，有没有什么秘密？还是外面有什么秘密啊？靠北啊！这个秘密还真的是蛮大的哦。我想再拿一次那个弹枪，看看可不可以射女鬼啊！好，成功 ！Apple Apple， 我们要去偷蛋，我们要当偷蛋达人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教你偷蛋。首先，小声的站起来，点击偷蛋键。OK， 我们偷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出去。直接跟那女鬼硬干，好不好？来，干起来，来啦，起来啦，还睡，够捆。等下开门，先开门，这个道有点难射啊。好好好，白痴哦，没有用啊！哇靠，他射出来的是手弹啊！白痴，快开哦！
哇靠哇靠，出事了出事了，白痴啊、哦！我绕一个可以吧？来来来，啊，白痴啊！肯德基。那我们刚刚有走过这个吗？教堂，奇妙配方，每个人类不管多邪恶，都应该获得第二次机会。要确定呢，第二次机会你要确定呢。什么地方啊？奶奶的配方箱子打不开，有挂锁，所以这到底是什么神奇的地方啊？所以是这边是要找配方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圣水，我们先 go back。这边大概看了一下，就是有一些道具，可是不知道怎么用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现在就走，我们走那个花园的部分啊。虽然那边好像还蛮恐怖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有我们的肯德基，这个什么梅花果，这是配方是吗？哎，对，好像是配方，对不对？奶奶的神奇配方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给它探索一波，好不好？锁住了。又靠背哦，小G啦，小G，马蛋，滚开啦！哎，有铲子哎，可以打人吗？白痴，还是锁的，怎么办？我们先回去吗？白痴哦，走这走这，马蛋哦，哦，他真的很爱咬我哎，就对抗不赢我，你还要那个北蓝，你还要北蓝是不是？哇靠，我可以推他哎，傻小啦，我靠的起来了，哎，我想到一个方法。等一下，我把它推进去看看。